民进党当局一直企图通过编造所谓捍卫民主自由、应对大陆威胁等虚假叙事，愚弄岛内民众，误导国际视听，进而谋取政治私利。他们向来在以台湾同胞安危为赌注时最慷慨，本质上就是为了以武谋独，分裂国家。这种背离历史大势、背弃民族大义的图谋和行径不会得逞，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，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。台独是绝路，统一是正途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，以实际行动坚决履行捍卫国家主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。